前程阻远。我一个人怎么拿走啊？哎，要不给大牛哥跟君宝一个惊喜？哎，叔叔啊。哎，那啥。问一下，你认识大牛哥吗？我认识。想请你帮个忙，可以吗，叔叔？帮什么忙？就是帮我拿点东西给他，一会儿那个大牛哥，你们两个碰到的时候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那个拿个东西给你啊。你东西在哪里？在我车上，马上。叔叔，这是粽子，然后一会儿，那个大牛哥你碰见了，你就给他这个，然后你就说我不认识你，你就给他就行了，就不用说是我送的。好。叔叔。告诉。然后那个叔叔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哎，不要，我这个。没事，那个回家那个拿给阿姨你们一起吃，然后今天是端午节嘛，然后祝你们那个身体健康，端午也安康来。感谢了，没事，谢谢你帮我的忙。没事。好，哎，这边有个姐姐，哎，姐姐，哎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想问一下你，那个你认识大牛哥吗？认识呀，怎么了？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呀。一会儿大牛哥经过这边的时候，你帮我送点东西给他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好，那我去拿，谢谢姐姐。等姐姐，这个你一会儿那个大牛哥来了，你就把这个给他。然后那个到时候你不要告诉他东西是我送的，你就说是别人送给他的就行了。好的。还有那个姐姐，这个送给你，这个拿回去给孩子吃。谢谢。今天是端午节，那个我也没有买多少粽子，然后这个送给你。祝你们全家端午安康。谢谢帮忙，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，谢谢妹妹。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在干嘛？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玩丢石子啊。哦，姐姐小的时候也会玩，你们两个谁厉害一点啊？我厉害一点。你们俩是兄妹吗？对呀。哦，今天端午节放假了是吧？是的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妹妹，那个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啊？帮什么忙呀？帮姐姐那个送东西，然后那个问一下，认识大牛叔叔吗？认识呀。啊，认识大牛叔叔是吧？好，那帮我送个东西，我去拿。可以呀。好，一会儿那个大牛叔叔经过这边的时候就送给他，然后那个不要说是我送的好吗？好的。好，你说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别人送的，你不认识。OK。好的，我去拿。那个一会儿那个大牛叔叔经过这边的时候把这两桶油给他。好的。然后那个你等一下送东西。这些糖是给你们两个的。不用，不吃。哎呀，没事，妹妹拿着。今天端午节，那个姐姐没有买多少粽子，那个拿这些糖去吃啊。然后祝你们全家端午安康。弟弟开心吗？开心。哈，这个姐姐好漂亮啊。好，那谢谢二位弟弟妹妹啊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啦。那个这位哥哥。对，你好。那个你是这边的店长吗？对的。那个我想请哥哥帮个忙，可以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你认不认识那个大牛哥啊？认识啊。他现在不是网红了吗？谁不认识他呀？真的吗？对呀。那个一会儿那个大牛哥经过这边，你见到他的时候能不能帮我送个东西给他呢？可以。但是哥哥，那个这个东西有点重哦。没事，我能扛得住。真的吗？那谢谢啦，我那个我是一袋米啊，能不能帮我去搬一下？可以。好，在我车上，哥哥。哎呀。
拜。啊，那个，赖哥哥，你抽烟吗？偶尔压力大的时候会抽一点点。哦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来，哥哥，不用，这个真的不用。啊，没事啊，那是你拿着嘛哟，真的是，哥哥，我也不知道送给你什么，然后那个今天是端午节，祝你们全家端午安康。谢谢，啊，谢谢你。没事，谢谢帮忙，哥哥。这个你也是从我们家送的，我给你送给你，你认识？慢点啊！我去。谁会？手机不清新啊！我拿一个。谢谢你两个。没事。哎，王哥，你这个美女，啊，没个动作的，哎呀，我给你给搬了。这些东西就是哥哥的。他肯定很好奇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啊，起床了啊！哎呀，啊，辛苦了。辛苦你了，啊，坐吧，坐了，我这个还我得先去家里面等大牛哥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君吧，爷，哎，你爷爷呢？爷爷去亲戚家了。哦，亲戚家了是吧？嗯。换牙齿了吗？是啊。哇，几天没见，君宝长帅了。来，姐姐给你买了这个。谢谢姐姐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来，你爸爸可能快回来了，我们两个一起等爸爸。哎，大牛哥回来了，弟弟上来了。对呀，那个你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啊？你去哪里了？朋友送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朋友送的，朋友送油啊、米，还有很多。哇，给你送了那么多东西啊！对，今天端午节，然后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哦，你现在这么出名，肯定是那个叔叔阿姨送的呀。现在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了，你那个上来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今天不是端午节吗？我把这放嗯，好，你们两个坐在那里。好，过来吃粽子。这么快就煮好了吗？哇，好多粽子啊！来，春宝。啊，好烫啊！你看这些粽子，也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如果是知道的话，应该当面谢谢他就很好。来，先给君宝吧。来，君宝。爸不发你。哎，肯定是喜欢你的粉丝呀。对，但是应该让我知道的话就更好。哎呀，没事的。送我今天送了那么多米，还有油啊那些，还送一些糖给君宝。没事的，你不要心里过意不去，肯定是粉丝他们送的，知道吗？他们只希望你们两个过得好好的就好了。你们两个好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，知道吗？来吃，来我们来祝我们端午安康，来来，爷爷不在家啦，干杯！我在路上见到每个人，每个人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？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别